怎么没有人来这里呀、啊？只有我一个人。再见。这首歌由我一个人唱歌跳舞 ，solo stage， solo 的表演 ，solo。所以如果没真的没有人，人不够怎么办？每次我选歌都差人，从 Honey 也差两个人，你不诚实也差人。妙静欧、仲菲菲、吴雅璐将接受调剂，现在也差人。Solo stage， 妹妹 ，It's a bomb bomb，It's a bomb bomb。哎，为什么还没有人？太孤单了，为什么没有人呢、啊？啊，对吧？只有内内你一个人？对呀、啊，就有我一个人。啊，这。你选对了，嗯，啊，你的棒棒，你的棒棒，为什么？对呀、啊，为什么？我也不明白为什么。对呀、啊，就有我们那个、啊、两个人，天哪，两个人 stage， 哇哦。很好，我喜欢安静。哎，我来了。Hi guys， 别躲了。啊，为什么你选这首歌呢？我觉得你选那边呢。因为其实对我来说，两个风格我都没尝试过，嗯，所以对我来讲又是一个突破，就是都可以，都差不多，对，差五个人。我是听到这里有 rap， 想尝试那个很快的。不对不对不对，对不对不对不对，对不对不对，对不对不对不对。我有预感留恋会来，念念，下一个是念念进来，念念念念。我感觉这个我这个房间里人好多呀。我这边那边就是比较偏 vocal， 其实这边是比较偏感觉会偏舞担，但是后面人就舞担会比较多。哇，这里面人好多，看看那边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我不知道选哪个。这首歌可以期待一下，朋友们。哎呦，进来了！哦，张一凡，张一凡，哦，你们怎么都在这边啊？对，这个房间里人也太多了吧？快满员了，快满员了。一二三四五，小草没来，就差一个了。小草在那边。我们前期有五个人，还不好吗？太好了，你们带我飞，耶！带我飞起来。哎，我觉得君怡有可能会来这边，他想来，他想来，但是就是不知道够不够的。我就说嘛，耶！欢迎吴雅璐，耶！太开心了吧！啊，好巧，来，耶！你现在啊，就四个人啊？对。哇，你跟奈奈已经是第几次同台了？一直同台，第五次，一直同台了，一直同台，挺好的。一二三四，我的小孩。你为什么选这首歌？我觉得第二首歌的听起来跟着迷有点像，对，所以我就想换一种风格。没有跟内内商量过啊，真没商量过。真的吗？我想要没商量过。真的吗？对啊。没有商量过。你们俩给的答案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答案是一样的。你学我啊，内内，你学我吗？你学我。